百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听令侯老师说。上集说到，原来同军社夜闯学校偷东西的那一晚，他们遇见了脱口秀社长建廷。当时的建廷正在与一群黑人进行秘密会议，所以众人推断建廷必定就是写下恐怖攻击的真凶啊。众人跟随天琛赶到毕业典礼的现场，只见在毕业典礼中的日式派对上，建廷穿着顽皮豹装跳舞，跳着他最爱的动漫歌曲，众人傻眼。没想到风云千万的男人跳起舞来居然这么风骚，众人巧巧换上日式服装，拿起了日式扇子，用扇子挡住自己的半脸，慢慢靠近建廷。突然之间，建廷转头，吓坏众人，以为被发现，没想到建廷拿起一把古筝，悄然坐了下来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为大家带来一首《长歌行》。学姐，什么时候要脱单？
现在是公关时间，全场请帮我尖叫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来点名几个社团，看一下谁的尖叫声比较大。第一个，光复狼奔在哪里？太小声了吧！松农风筒在哪里？不可能这么小声啊！7月13在这里惩罚的牺牲手语在哪里？好啦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大声。新北三五在哪里？是不是？好啦，虽然现在疫情很严峻，但是各位还是愿意来现场看我们表演。新北狂想真的非常的感谢，也希望各位口罩尽量戴好啊，不要确诊哦，确诊很痛苦哦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的表演呢，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尖叫。刚刚的表演喜不喜欢？喜欢这么小声不可能吧，喜不喜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演出，然后明年希望你们继续回来看我们在场的学弟妹，记得来看我们的学弟妹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，新北狂想爱你们，祝你许愿，这个小王八蛋！老实说，写那恐怖卡片的人到底是不是你？喂 ，What？ 不对，不对，怎么可能是我写的？这么善良，我是在帮你找凶手的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前天去学校的时候看到你跟黑衣人在秘密开会？哦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他们是要帮助我的人啊，我人脉广嘛，所以一定找到人帮我啊。他们是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对不起，我不会相信你了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，你真的。哎，老师这边麻烦帮我关一下灯哦，不然这样我们没办法退场。他们是，闭嘴！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啊，为什么这里突然都暗下来了？在密谋什么东西了？怎么可能？哦，什么龙马？怎么凶手犯案了？没事都说了，撤了。